哦，忘记了，等下下播来换一下，还是现在可以换？现在可以换吗？现在是不能换。如果没有人提醒我的话，我可能就真的一直都不会换。谢谢怀怀的钟情玫瑰，谢谢。怎么会有忘记换大头贴的问题？这是松饼吗？这是松饼哦，喝温的。哇，我的手机真的坏掉了耶！给大家看，看得到吗？这边，它真的坏掉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样是怎样？荧幕坏掉吗？这样是荧幕，呜呼呼，这样是荧幕坏掉的意思吗？对啊，但其实我也没有在，这手机已经跟我 say goodbye 了。只是我以为它还可以用，果然它真的是坏掉的意思。换的好啊，罗瑞卿，它 坏掉了耶！而且这只手机就是我也没有用它，只是开，只是没有关机，然后放着它也会那个，就是它也会没电。我有吓到我了，是什么鬼？Scared me. You scared me.不会理我。
谢 Rain 的续费。怎么会有头上没换的问题？怎么会有头上没换的问题？请问有在认真看直播吗？这讲重复的事情真的是……错觉，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觉？还是这最近太忙了。啊，终于是期末周呢，期末周。一星期明就还好，一星期还好吧。这是错觉啊！现在用顶级手机的过保就不太行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这跟现代人使用关系有关系，就是反正他们也会，我不知道啦，我猜测，就是可能因为现代人换手机也是换得很勤劳，所以就算可能使用时间不久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吧，不知道啦，我猜测。就是椅子的部分，
真的是，真的是要，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不戴眼镜就是看不到，就是不知道，帮你的钱哭哭一下了，帮你的公演票钱哭一下。早就该清楚的看这世界了，好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吧？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吧？大家都笑得不行啊，超闹，是真的很有趣欸。那时候，虽然说这个情况是一个粗暴的情况，但就是蛮有趣的。真的假的？很自然吗？真的假的？我那时候因为其实一开始本来就是在我就眼睛被遮住，然后就是要找椅子嘛，然后那时候真的认真，我那时候摸一摸，就是我明明就四周都已经碰到了，就是我已经挥了四周，就是都挥一圈的，然后想说等一下怎么会没有摸到椅子，然后我就麻油就把手拿开嘛，然后我就这样子看了一下，真的没有看到椅子耶。然后我就看到熊妹，然后我就用眼神疑问熊妹说没有椅子吗？熊妹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。熊妹原本一开始就想要先跟我表达，她看到我对到她的眼睛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先跟我摇头，然后我用眼神疑问她说，然后她就说，好笑吧？是不是很有趣？我跟你讲，这是专业的，我们的眼神是专业的。你的眼神是专业的，我们真的是可以 eye contact 的，你是可以用眼神沟通的，不用讲任何一句话，就这样子一下，再这样子一下就 OK 了，知道吗？ Pro级 eye contact OK。 谢谢吉米周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吉米周。超闹那时候想，除非他没有椅子的时候，然后他还有这样，就是这样走，以为换新舞步了，是不会公演跳要换新舞步啦，毕竟日本那边也是没有换新的。我们是搬空气，以为要表演空气，那也是蛮累的，而且这也是那双高跟鞋其实蛮高的，大家那双高跟鞋其实偏高啦，偏高，没有办法，太累了，差点跌死，会跌死。好有趣哦。然后我看到一家，然后一家就搬椅子过来，然后他就这样，椅子过来了，就说哦，谢谢。天好笑啦，天好笑。挺有趣哦，挺有趣。那样就算偏高了吗？你知道那双有多高吗？那双有这样欸，那双差不多这样哦。但是其实每个女生对高跟鞋的，就是高的定也不一样啊。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才算高，或是之类的。但我不是一个有每次会穿高跟鞋的人。穿高跟鞋很累，大家穿高跟鞋的女生真的是多体谅一下穿高跟鞋的女生。穿高跟鞋脚很痛，穿高跟鞋是辛苦的一项工程，好不好？然后穿高跟鞋跳舞，
那平时我也是不会穿高跟鞋，因为我就是方便为主，而且练舞也都穿布鞋。很怕我坐下去吗？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啦，因为其实毕竟我也没有靠椅子，我直接坐下去也是蛮也是蛮糗的吧，蛮糗的。要算高了啊，怎么会觉得量不高？你们可以去穿穿看吗？还是你们可以自己去试穿看？你们可以去试穿看看，你们就知道怎样算高了，如何？你们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，人生还是要去体验各种东西吧，不能说就是可能就是体验一下不是很好吗？那双鞋其实蛮常见的，那双鞋其实蛮常见的，大家就是去逛街的话，基本上可能极大概率都会看到。我觉得，可以去尝试看看吧。先去了解，会有更多不同的想法。跳舞穿高跟鞋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就是。比我们穿更高的人，然后都可以跳得超好，那种我觉得，真的不会摔死吗？就是真的要很用力，而且你感受到不平衡的时候，你要用你的脑袋控制脚的某一个部分的肌肉，这样，可能你的哪边快要往后，你前端就要用力，后面就要用力一些。右边，假如这是一个脚掌可能这边就要先用力，就是这边用力一下，然后是这边用力一下，这边用力一下。谢谢草莓长的玫瑰，还有 Rain 的带你去流浪，谢谢 Rain。没有什么诀窍我觉得我可能。因为小时候就是很爱玩，好奇吧，就是也会想要小时候就想要赶快穿多一点不一样的衣服。小时候就很爱美，可我从小就偏爱打扮这样，然后可能看到妈妈，但我妈其实也不是一个会穿高跟鞋的人，我妈的鞋子也都是，我妈也是以行动为主来的，所以她其实也没有什么高跟，她的高跟鞋好像都是。朋友送他还是怎样，反正然后我就会跟他借，不是跟他借啊，就是看到他穿，然后我就会说我也要穿，我也要，就是在家里随便玩玩那种，然后就在家里走。那第一次穿的时候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觉得反正就是要适应，所以就好像也没有太多诀窍，就是要自己走得稳，你就想反正就是要走得稳就对了，就是不可以走得歪七扭八，可能就会了吧，我不知道了。但我们有时候也有几次有就是练习穿高跟鞋走路，然后之前就是还刚开始 reset 的时候，因为其实很 reset 蛮多双都算是高跟鞋，像是拼图，大家知道拼图是真的很高吗？拼图是我觉得可能那些穿很高的人也会觉得很高的鞋子吧，我不知道啦。总之拼图其实算是大魔王好像 reset 也没有很多高跟鞋有啦，很多高跟鞋，但没有很多很高的，可能就是独自住那一双比较高，一秒其实也蛮高的，应该吧。我好像到现在还没有穿过一秒的鞋，穿过了吗？穿过了，
我直接失忆耶，不好意思，但我直接失忆。但就乌吼那时候蛮高的，然后我觉得蛮高的，但其实那一双算稳，因为那双是前高后高，所以你前面就不会差那么大，你的脚就不会，不知道可能受力感觉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就如果前高后高的话会好一点，那双是前面有，后面有垫，前面有垫，然后好像拼图也是前面有垫，后面有垫吗？反正拼图是我觉得是 reset 里面最困难的一双鞋，但还好它配的就是一首很柔和的歌，所以就是谢天谢地这样，谢天谢地。武大人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看到你妈穿高跟鞋，需要练习跟适应很久吧。嗯，我觉得其实跟天生平衡感有差有关系吧。有些人可能就是真的要适应比较久，有些人就是一下就可以适应。练习的话，就是在 reset 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彩排或是在教室练习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穿鞋子，然后到比较后面就不会穿，因为已经习惯。对，这就是对需要练习，没错，就是一直跳嘛，反正 reset 我们也是一直跳，总一天，当然是每一场表演都是要表现最好的，但是真的就是走路好看或是走路更稳更知道怎么穿鞋，真的是需要练习，需要抓一下那个感。拼图是整场过程最高的吗？应该是哦。嗯，是哦。但是跟大家说，那个新冠的沙发那一双也是有点大魔王，因为那一双它前面是网，它前面是上勾的，大家知道吗？那双鞋子的尖端是上勾的，所以呢，它会你前面会是这样，有点这样。你懂吗？就是它不是平的，它是这样，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不稳的感觉。那双那一开始我练习的时候也是都有申请需要那双鞋练习。不用跳不用跪的歌，你是说拼图吗？什么意思？不用跳不用跪的歌？哈？因为我看到的人那种好看，对啊，那双真的是不知道哎、欸。虽然它看起来就很像普通很高的高跟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困难的感觉。不知道哎、欸。重要跳要啊要啊。最近跟平底鞋就是不一样。没有适合你脚大小，一定会有的，好不好？一定会有的，绝对会有。只是你没有找到了，怎么可能会没有你脚大小的高跟鞋？一定会有的。结果马上翻船，穿上去是也会不一样吗？不会、欸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差不多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差不多、啊。是要真的穿到可能15公分那种才会有差吧。如果我穿15公分，我就170嘞。Hello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如果我穿15公分的高跟鞋，我就170嘞。嗯，我就170了哎、欸，大家。担心说我还有3周年，没错，还有3周年。超越你身高，有跌倒过吗？有跌倒过吗？
刷屋后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有跌倒过，歌高一点还好，听到这种话其实还蛮让人生气的耶，就是说还好的，就是因为那首歌就是比较柔和的歌，所以才会敢配这种鞋子吧。嗯，有些人对啊，所以膝盖才会受伤啊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团老了之后，搞不好每个人上下楼梯都会有问题。应该是不会啦，应该是不会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真的也不是说更高一点还好吧，就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表达的根比较细。对啦，对，没错，拼图是圆头，拼图是圆头的、啊，但它还是蛮尖的，大家懂吗？它是圆的，但它还是蛮尖的，就是里面其实它还是收进去的。一进来没有我高 ，OK 哦，今天你的问题还蛮好笑的，今天的问题还蛮好笑的。周琦，因为那双其实真的不好穿，那双是真的不是好穿的鞋子啊。这双真的不算是好穿的鞋子，我这样讲我会骂，又要进会议室，没有啦。但我们还是会努力把它穿好啊，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把它穿好跳好。又不是说难穿就不穿，也不是说难穿就一直嫌弃它也没有啊。反正就是我有这种鞋子啦。表演怎么可能会都有好穿的鞋子？都还好。你讲这种话真的是欠扁呢，还好吗 ？Hello， 还好没有在那种有楼梯的。其实有楼梯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可能会走比较慢。那有楼梯其实也不算什么大问题，我觉得。嗯，有楼梯其实还好啦，只是上下楼梯会比较慢。如果急的话，可能出意外嘛，不知道。穿尖的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没有 get， 我没有 get 到这个尖头妹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 get 到。get 不到哎、欸，我 get 不到。穿高跟鞋会很有种气质，好刻板印象，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对啊，不然为什么女生要穿高跟鞋？对啊，可能高跟鞋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女生有种气质，但是就有一种刻板印象的感觉。但也对啊，就是这也是事实，没有错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、，gentleman。哦哦，大家怎么那么冷啊？怎么那么冷啊？阿正，你很冷呢、欸，还好吗？已经很冷了哎、欸，不会下楼梯，应该会有人扶吧？有人扶就还好。空班娃，空班娃，会想试吗？想啊，我还蛮想，我想穿那一套，我很想穿那一套。那一套很好看欸，其实我还蛮想跳那一首的，不知道跳不跳得到。但那一套很好看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一套很好看，那一套很好看欸，那一套超好看的，可以啦。天气冷，讲冷笑话，这个先不要欸。我看不懂片甲，好想看懂啊！我只看得懂空邦吗？空邦吗？Gentlemen，OK，Gentlemen， 跟王一嘉有得比。欸，我真的觉得要不要粉丝跟王一嘉来一下冷笑话 battle 之类的，一定很精彩。我觉得我们粉丝好像蛮多冷笑话专家，很精彩吧？跟王一嘉来一个冷笑话 battle 大赛，一嘉会输啊！
会吗？一家冷笑话大赛也是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冷笑话也是很厉害，好有趣哦！光想想就觉得很有趣。八月皮最喜欢，我也觉得。现在太冷了，真的很冷哎、欸！台湾现在真的很冷、欸，很冷呢、欸，现在真的很冷呢、欸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一家不是江郎才尽吗？一家常常就是都说自己江郎才尽，然后可能隔两天他就会说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然后就说，哦，还不错之类的。欢迎江郎，家郎才尽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你们要去吉野家，但吉野不在家。嗯，好，嗯，好，每天跑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上班的大家辛苦了，上学大家辛苦了。我上学我还是觉得很冷啦，我讲这种这样讲话会不会被打？但上学就很冷呗，很冷呗，很冷呗，空气又很，真好真好。他讲什么感觉？对对啊，他讲话就是。刷宝，一家宝，一家宝啦，一家宝儿。大好きです。本当ですか？嬉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在白色情人节的表现吗？真的吗？谢谢傅维带你去流浪，谢谢傅维，太好了，你喜欢的话太好了。谢谢熊熊的长辈图，哎、欸，这还蛮可爱的、欸，哈，它特效很短哎、欸，我想说。日本人ですか？他特效很短哎、欸，对啊，如果他特效长一点，我就笑一下了，大家就可以截，然后拿去当长辈图了。好可惜哦，好可惜。哦，大家有换那个贴，不是那个桌布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也蛮可爱的。谢谢熊熊的草泥马 disco， 谢谢 disco， 谢谢熊熊。对啊，就是那个说换了会有好运的那个，大家有换吗？大家有换吗？我想听，我想听，真的有吗？真的有好运吗？还是大家都没换，但我身边蛮多人有吗？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是住在台北的日本人，对对对对，大家没换吗？好好好想听哦，换了吧了。住在台北的日本人怎么会想要住在台北啊？所以原本在日本然后来台北吗？这就太闹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有团员有蛮多团员其实有换，诶，我看到有一个团员有换，真的吗？好多人的桌布都还是我，好开心。但听说转发有用，不知道。看到店家的品牌吗？他店家很厉害耶。我有换吗？我没有换。我也是不，我算是很不迷信的人。我算是，不知道越来越不迷信吧。嗯，我是蛮不迷信。有什么吗？考虑一下啦，应该是不会有。那是
今天出门，阿美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你不觉得就是那种东西还蛮可以吗？是可以不用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要把才华浪费在这里。对，不要把才华浪费在这里，可以做一些好看的图，做一些推广的图之类的，可以不用做这个没关系，真的。哦，去年也来台北工作。那你中文还蛮好的耶。中文是什么？中文的日文是什么？完蛋了，中文的日文是什么？我最近觉得我的日文有在进步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中文的日文是什么，中文的日文是猪咕咕是吗？好难哦。但我最近就是很想去日本，猪咕咕咕，猪咕咕咕，猪咕咕咕。前几天的公演花絮，你是说那个照片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帮我拍得很好看，虽然我觉得姐姐应该不会看直播，但是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 Hello Hello， 推广是吧？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不要用那个啦，猪咕咕咕。鸠兹是吧？鸠兹是很厉害的意思吧？鸠兹是吗？鸠兹ですね。啊，你用Google翻译哦。Google翻译很好用。Google Translation， Google Translation。不是很好看。这次绑了马尾吧，绑了马尾比较好看。我绑马尾，然后那个老师说，为什么绑马尾蛮好看的？我也觉得我绑马尾蛮好看，谢谢老师。可是至少听得懂也是很厉害的。其他的公演照，其他的公演照，跟大家说，独立住那一套是真的没有时间拍。他独立住其他公演照，不知道哎。有修的话，有拍，首先要先有拍，有拍再来有修，好不好？有两上达成，可能的话可能就会发。OK， 谢谢迪米周。看那毛衣真的可爱到不行。其实这次有拍一些，有了，这次有拍一些照片。看换毛衣真的太棒了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哦，没有哦，不一定哦，这个不一定哦。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定，不一定哦，好不好？大家，对，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定哦，没有。是先不要以偏概全这样子啦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好不好？不一定。这个的先不要，这个先不要。这个好，这个比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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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谢谢华华的眼中只有我，还有阿 Kila 的和你一起，谢谢，谢谢。不一定哦，这个是不一定的。OK OK， 不一定，不一定。而且有些照片也是我想发才会发，有些照片我可能不想发，我就不会发。哈，自己拍的照片应该还是有几张，但是呢，也是要看我有没有想发，好不好？有时候有发，有时候就会发，有拍就会发。但独住那一套一直没有发，是因为真的没有时间拍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一套我是表演完马上就要直接换了嘛，然后那一套表演，然后又要马上再换拼图，所以真的是来不及。
那一套大家真的是很少看到我发，真的是这个原因，因为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我超级的，我直接赶到不行。那一套是真的很赶，制服有几张啊？制服还是有一段时间给发，沙发也是。后面的衣服其实蛮难拍的，嗯嗯。会想什么发型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有照片就会发，好不好？有照片就会发，好。我想要练习我的日文。所以我可能如果用日文讲不标准，大家可以纠正我。哈哈，那发型真的很有惊喜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早就该换了，早就该换了啦。其实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发型真的是不一定，真的是不一定。你的心都要跟着飞起来了，哇！那你的身心健康还好吗？下一场想是什么发型吗？下一场想是什么发型吗？还太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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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想不到，不知道，不明白，不明了。这次参选主题喜欢吗？大家，我跟大家说，这次参选我真的长超可爱的。但是因为我最近跟大家说，最近是期，大家最近是学校期末周，然后刚好又有很多表演，没有很多表演，就是公演，然后呢公演。然后呢三周年，大家真的是快疯掉了，一堆事情一堆事情，大家快发好不好？毕竟我很满意这次的主题，我很满意我这次长得很好看的部分。我跟大家说，我这次真的超适合的，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超适合。现在就超市的 OK 真的是快疯掉了，快疯掉了，事情很多，事情很多啦，要考试。哦，你是说古装类吗？是吼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昨天已经下单了，看到照片要再下单一次哦，大家，因为是真的很好看。是真的很好看，但是我要先说，一家不是有发一个他跟短短，短短还是布布的照片，布布吧，应该是布布，他跟布布的合照，那是我帮他拍的，我帮他拍的多好看，他帮我拍的只有布布逃走的照片呢，王艺家。我的照片里面就只有布布要从我的身。要从我的手臂里面逃走，然后是没有看镜头的照片，我真的是要哭了。一家太雷了吧。独蜘蛛感觉超难关，独蜘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是它的那个流苏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每次看到那个流苏，是不是都一出场的时候一开始是不是都完好无缺，但毕竟我们跳舞就是蛮用力的，所以那个流苏就是会翻过来又翻过去，然后要换的时候又要再翻过来又翻过去。没错，独独真的是，也不是这样说。因为就很好看呢、期待，可以期待一下。じゃあ日本語喋りましょう。你看我是不是日文有进步？哈哈，我日文有进步吧？嗨，日本語喋りましょう。可以开始一句，对，大家知道日文不是日文，大家知道居然就是一个。进
期最开心的事情，这是近期非常开心的事情。一直叫布，一直叫短短，一直叫布布。可爱，超可爱，超可爱。十四海看完，十四海还没啊，十四海不是才播半季吗？我要等他把另外半季放出来，我才好看。我要等我忙完，我就要开始看《巨人任务》。我已经预想到那时候的天堂了，好开心啊，好想看啊。先苦后甘啦，大家先苦后甘，先苦后甘啦。那两只超可爱，超可爱。哎，忙就会抱，谁敢抱我就扁他。我认真哦，谁抱我就扁他、哦。我认真的，不好意思，大家，我是认真的。握手会吗？目前应该算是有，但我还在想，到底要不要用公演的衣服这样。反正一定会有一套私服嘛，就是有猫耳的，然后还有一套还在想 ，OK， 很开心，有动漫看真是最开心了，动漫是活着的意义。那吸猫嘛，当然不吸白不吸。哎，大家知道那只猫超，那两只猫就是救命，他们两只真的是可爱到不行，而且有两只还是只有一只，它是曼赤肯哎，就是救命梦中情猫吧，曼赤肯。大家知道曼赤肯吗？曼赤肯就是神之猫，大家知道吗？神之猫，曼赤肯就是矮脚猫啦，对，腿短短的猫猫，没错。大家知道曼赤肯吗？曼赤肯欸，我真的是一辈子都想见曼赤肯，终于在拍深雪的时候见到曼赤肯了，哭啊！有想要谢邦穿什么吗？谢邦穿 JK 啊，没有啦，穿 JK 好啊。在那个在那个限动那边哦，这边许的话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不太 OK 啊。真的假的？可能会被赶出去，什么意思？你说 JK 吗？不会吧，你们就穿 JK 了啦。那你还是好，大家如果那现在开放大家许愿好不好？现在开始许愿好不好？非常那样，真的是。超可爱。可是我觉得问这种就是有关于小泽问题，就已经是我自己是不太 OK 了。对，大家可以现在开始学了，现在想到可以许愿一下，会参考，不一定会穿，好不好？会参考。大家可以在这个现在还有在直播的时间，有想到想要许愿的话，就可以说希望瑞婷可以穿 blah blah blah， 这样子就不会太突兀。毕竟我也就是开了一个许愿，就今天的直播的今天的直播间就是开放大家许愿，如果没有在限动里面回复到的话 ，OK。毕竟我在直播间，大家的留言我也都看得到，就是不是很懂，硬要，就像鬼灭超赞，对，鬼灭，呜，呜，居然
看起来很有钱，很有钱是吗？很有钱，太好了，最喜欢看有钱的动漫了。看了东万第一集就上场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哟，正常的哟，嗯。神猫是吧？没错没错，曼赤肯就是神猫，神猫曼赤肯就是，救命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猫，救命。但是我看到最可爱的猫，哎，我超喜欢曼赤肯，希望我穿暖了，小心感冒。谢谢你，超你们，你超贴心，你超贴心。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二月的天气到底会怎么样，不知道。希望不要太冷啦，因为我自己的啊好痛，我自己的日常衣服应该是偏夏天哦。呜呜呜呜，夜不如果迷途没穿被。怎么可能会被赶出去？不会被赶出去啊！你们被赶出去，我护你们好不好？我护你们啦！谁敢？谁敢？谁敢赶你们啊？谁敢赶你们？你们穿 JK 被赶出去，我护你们啊！哈哈，那就穿 JK 吧，穿 JK， 穿 JK。那件衣服我不知那个，因为那个汉服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公司提供的，所以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度，有一定的困难度，对，因为其实身体的衣服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嘛，然后也不会，我们也不会留着，对，所以对，不要再失望啦。又不是，如果是为了，就是许愿的目的就是许愿啊，许愿听起来就是一个，就是许愿，大家许愿的时候会想要真的会实现吗？许愿。还是我自己对许愿这个词有偏见，我对许愿这个词就是基本上不太容易实现才叫许愿，对啊，基本上不会成功才会叫许愿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参考大家什么，对，那种那就是那个深浅的衣服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之前有可以借是，真的是。对，大家每个时期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不要以偏概全啦，大家，你不要以偏概全，真的不要以偏概全。每个是会变的，是会变的。每个时期是都会变来变去，就是可能之前可以，但现在可能不行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其实我对这种蛮不喜欢的吧。就是如果也不是说不喜欢，就是如果是自愿说哦，就是穿什么，然后大家来，然后就穿什么这样，就是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为什么这件事情，不管我的偶像穿什么，我都会觉得，
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好吗？如果我真的摸得到，我真的有可以去握手会的话，我真的是不管他穿什么，我直接不管他穿什么，他穿睡衣他还是天使。不会不喜欢啊，不会不喜欢啊，毕竟是我开的，我开的怎么会不喜欢？就是我开的啊，就是大家在，就是我有开的，我有开许愿的时候许愿这样，哇，就是这次我也开放大家许愿，就是想参考一下大家的答案嘛。当然，那穿睡衣如何？我的睡衣上面可能会有一些，就是污渍。对，大家要确定哎。许愿其实怎么讲？我们其实也可能有很多部的成员，或是可能真的会想不到要穿什么，所以谁许愿让参考大家的答案，这样子。对，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怎么讲，自己品味也是希望大家开心，所以才会开。像是我说戴猫耳发夹，或是可能有些人说什么穿什么，可能到哪里就穿什么这种，也是希望来人会开心。但如果大家就是怎么讲，为了看所以买，当然也不是说不对，但是感觉就没有那么。买了吗？买了，已经到货了，已经到货了。我还在想我要怎么发给大家看，比较像猫耳，因为单发的话好像没有很像。哈哈哈。你的语气可以修饰一下哦。睡应该很暖吧？对啊，睡应该很暖。我睡衣很暖，我们也觉得穿什么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请问要投零钱吗？什么意思啦？等一下穿睡衣很棒好吗？就是。反正我觉得这是这个就讲得很深的问题耶，你讲下去要被叫去会议室了。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许愿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吗？推荐大家穿 JK 啦，但大家应该会很冷吧？如果那天很冷的话，一起冷啊！没有啦，大家就穿我的应援 T， 我觉得很开心。大家穿我的应援 T， 我就会很开心。我认真啊，但是怕大家太冷啊，大家不要太冷了、啊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会发会发会会发，会在握手会前发吗？握手会还很久，大家握手很久吗？对啊，还二月，现在一月底，好像也不久了，哎。久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过到现在到底什么时候啊？会发会发。会发会发，我不会忘记好不好，我不会忘记，顶多就是忘记换头贴而已嘛，这种事情不会忘记啦，答应大家的事情不会忘记啦。我还记得我要发 cover 好不好，不知道到底要讲几百遍，我都还记得，呵呵，我都还记得 OK。大家穿 JK 的话，我是认真会很开心啊！大家穿 JK， 我是认真会很开心。
你的睡衣都是圣诞底，很好啊，没什么不好啊。谁要看你穿什么？谁要看你穿什么？冷盖加西上袜，好啊 ，Lonely 就加西上袜，可以吧？一个月很久，一个月很久哎、欸。我不会公布啊，我不会公布啊，这是一个惊喜。为什么什么都要问啊？为什么什么都要问啊？你们看不开心，那你们就不要穿啊。你不想穿就不要穿啊，也不是，我也没有说大家一定啊来我所谓就一定要穿，谁要来这样谁要来啊，大家不开心就不想，不要穿就不想穿了、啊、不是到底在讲到不想穿就不要穿，不想穿就不要穿。别人看不开心管你什么事啊，别人看不开心你自己开心就好啦。又不是穿了什么，又不是穿了什么很不能就是妨碍风化的，也没有到妨碍风化吧，还好吧，明明就很棒，还好吧。不会啊，大家穿 JK 的话我一定笑了，笑到不行。我那一场一定开心到不行。第一次就换那个月下死。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太棒了。谢华的真情告白。挺妨碍的，还好吧。演成 Big Eyes Step， 不会啦，他们瞪你，我就瞪他。他们不会瞪你们啦，你除非你们做一些很不 OK 的行为，他们才会瞪你啊。我也会顺便瞪一下，如果你们真的做很不 OK 的行为。他会偷笑吗？正常吧。哈，大家现在都说会穿，然后到时候我的握手会没有看到有一个人穿 JK， 我跟你们说，真是的。你被偷笑过？还好吧，还好吧，真的还好吧。也不是这样说，哎、欸，我的意思是，奇怪的事是真的，就是可以报警的那种，要确定哎。大家不要想让我报警好不好？穿啦，大家都穿，你又不会，有人不会来在那边，真的是够了哦，大家。整脸很不会啊，你觉得恐怖？我不觉得啊，可爱到不行。不是那个报警啦，只报警非彼报警。OK， 拿电话报警的那个报警哦。夏若雨和团里对比微笑比赞，微笑比赞，好啊。棒啊，不用啦，大家就是想不到穿什么就穿应援 T 啊，穿应援 T 不会错啦，要握谁就穿谁应援 T 啊，你就当天可能每个都握，你就穿三十几件应援 T， 哇塞，你直接照顺序穿，你就这个握完脱掉换下一个，然后再脱掉再换下一个，是不是很棒哦？方便呢、欸，直接暖到不行啊！
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好有趣哦！会不会有人真的这样穿啊？哎，真的有人这样穿，要跟我说哎，我想跟他打个招呼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因为他也超胖哎，有差吗？对不起，但是大家应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，大家没关系吧？哦，这样穿，对了，这样握到最后一个会冷啊，有差吧？有差的吗？嗯，还是有差的吗？不会啊，你就做，就是最后就剩一件 T 恤啊，刚刚好吧？不用不用跑厕所，你就握完，然后你直接现场脱掉一件，然后再去握下一个人呢，是不是很棒？滴滴必学，滴滴滴滴们，滴滴们，滴滴们该学起来了吧？该学起来了吧？没有啦，不是啊，就是，对啊，就是不要，要检查好，你就这样一件一件检查。没错，第一步是谁？第二步，第一个要去找谁？第二个要去找谁？第三个要去找谁？第四个要去找谁？第五个要去找谁？第六个要去找谁？然后这样一件一件看，没错，很好，我已经核对过，这样就可以完美，然后就直接去握手。是不是很棒？是不是很棒？还很保暖，直接穿六件，穿六件很温暖吧，大家。当洋葱，穿错去，穿错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就套一件大外套，直接拉链拉起来，然后带一个名牌，好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吧，大家，完美吧。现场会很尬，不会啊，你们不是都成群结队吗？你就说不好意思，我要脱一下衣服，你们可以就是帮我围一下嘛，就直接脱掉不就好了？可以吧？报警，笑死！可以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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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胖了吗？应该也不是最近了吧？不是啊，不是耶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各位了，各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握手会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大家。我没擦了。提醒自己下一个要握谁耶，多 OK。 Miso 不要哭啦， Miso 不要哭，我在提供给大家好办法耶。而且 Miso 你哭的话，你不就默认你自己是滴滴，但是也没什么关系，是滴滴也没什么关系，滴滴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在我在我这一台滴滴是 OK 的，但是就是滴滴里面的推友要推我，这样就 OK 了。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我觉得大家太在意 Steph 的眼光了。大家其实 Steph 不会对你怎么样啊。吃胖？没有啊，还好吧。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如果你哭的话，就默认你是会穿很多件，然后你就会变得很胖这样子。懂懂吗？懂吗？就是滴滴才会要穿很多件。OK。不会啦，大家，反正大家不是都这样吗？你只穿一件，好啊，大家只穿一件，大家加油啦，不要冷死呢，大家记得要带暖暖包呢。不会啊。他太在意 Steph 了吧？Steph
Step 偷笑就是偷笑啊，就又怎么了吗？就是毕竟我在追星，我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也还好吧。你又没有疯狂到造成别人困扰，或是要报警，要电话报警，也是没有这回事吧？还 OK 吧？真的会很冷欸，保重哦，保重，不要冷到，大家不要冷到了，大家不要冷到，只穿一层的不要冷到。对啊，OK， 拼布吗？你就不要看 Steph 不就好了。对啊，反正你们都成群结队的吧 ，OK 吧？摊队好冷哦。期待大家的 JK 啦，虽然大家也不一定会穿。我跟大家说，真的不用太紧张要穿什么。因为其实我们也基本上就是我们都会看着你们的眼睛嘛，所以其实就是穿圣诞 T 就是 OK 好不好，穿圣诞 T 就是没事。笑死。没事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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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就是穿保暖，穿圣诞 T， 不过所谓标配就是圣诞 T 吧，圣诞 T 就是我们看你会很开心，然后你也不会很尴尬，对吧？圣诞 T 就是很棒啊，圣诞 T 最棒好不好？圣诞 T 就是用在这个时候。被问他可以说对啊，一举两得不是很好吗？只是他就会说你这个滴滴之类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们也不在乎吧，反正你们也觉得自己是滴滴吧，还是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滴滴嘛？那我就先收回刚刚那句话，我是先收回刚刚那句话。是不是我的圣诞 T 很棒吧？我的圣诞 T 很棒吧？好，大家是或不是，大家开心就好，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，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就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开心就好。大家有太阳穴很痛吗？我的太阳穴已经痛两天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太阳穴痛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太阳穴会痛？而且我上网查太阳穴痛，然后我第一个出现的竟然是太阳穴痛良性头痛。我想说头痛还有良性的、啊，我直接吓到哎、欸！良性头痛是什么意思？良性头痛是什么意思？阳性头痛是怎样？痛了会变聪明的意思。这边就是痛啊，就是痛。恶性对啊，那恶性头痛是怎么样？恶性头痛应该就是需要送医院吧，我猜。善良的头痛。是这样吗？反正我上网查
太阳穴痛到底是怎样，然后他就写说良性反弹，然后我说他有可能睡眠不足什么的，不知道，好痛啊，偶尔突然痛一下，安内啦。不知道哎、欸。绝，我没有在觉得限动啊，我有在觉得限动吗？没有吧。Hello。要确定哎、欸。要找谁？王一佳。我的头贴还没换，我的头贴还没换啦。要换头贴啦！等一下下播来换头贴。不好意思，那是我自己的限动哦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大家眼睛还好吗？眼睛 OK， 眼睛 OK， 哎、欸，发现林玉也没有换头贴，我发现林玉也没有换头贴啦，林玉也没有换头贴，一家是不是不一定？没关系啊，可能一家有想做的事情，不强迫他。我发现李玉也没换头贴，哈哈哈！不是只有我了，大家不是只有我了，不是只有我了，不是只有我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高圆圆不理我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也只剩十分钟了啦，没关系，因为在期末考验中，我也在期末考验中，快忘记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瑞婷也在期末考验中，瑞婷也在期末考验中，瑞婷在期末地狱。寂寞地狱啊！瑞婷还没考，瑞婷还没考完呢。瑞婷还没考完。我又不是大学生，大学生才会那么早考吧？然后王一佳还说我已经放假了，他昨天说我已经放假了，然后。这首很好听哎、欸，大家知道这首吗 ？Mean It 是 Lauv 的歌 ，Love。然后就有关系。没关系，对啊，大学生好像很多都已经在放假咯，大学生不要那么嚣张，大学生太嚣张咯。不会，哈哈哈。没关系哟、哦。先苦后甘，你只有甘到底，甘到底听起来很好啊，甘是甜的意思哎、欸。大学生有，
大学生有暑修地狱，是不是 ？JK 还是比较棒的吗？我最近我很向往，大家不觉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很向往在别的国家当高中生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在这里当，在这里当。我想要可能韩国或是日本，当韩国的高中生一天，或是当日本高中生一天之类的，不觉得很棒吗？而且暑休还要浪费自己的暑假，哎，大家不觉得就是蛮想当交换学生吗？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，想要去全世界看看。不觉得如果没有去全世界看看的话，这样子很可惜吗？就是不旅游的话，还蛮可惜的吧？我觉得，就算不是，就是去各个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如果只待在一个地方的话。我觉得很可惜，只待在一个地方的话，你就只接触到这里的事情，就没有办法接触到新事物。我是这么想的啦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接触新事物啊。现在已经没有了吧？而且就是暑休的话，就是你如果一开始就过的话，你就不用暑休，你就不会有这些，你就可以去过自己的暑假，然后还不用多花钱。那是暖包的声音吗？对啊，这是我的暖暖包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在别的地方念会比较轻松，哎，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好不好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，就是体验不一样的事情啊。辛苦之余，体验不一样的事情，也会有更多不同的，就是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体验。人生就是一种体验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要把握自己的，把握时间去体验各种事物，这样才不会后悔啦。而且，就算做了后悔，也比不做后悔好。念书很辛苦，念书就是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怎么讲，大家好像，我也觉得念书很辛苦，但是有一种，就算好像你不觉得念书很辛苦，你也要觉得念书很辛苦的感觉，大家有懂吗？就是其实可能对有些人来说，念书并不是那么的累人嘛。然后也还是会觉得念书很累，但念书其实就是一个。就是一个过程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也觉得我也还是觉得念书很辛苦啊。虽然我说它是一个过程，但我当然还是觉得念书很辛苦。考试吧，考试压力之类的。就如果你对自己有要求，才会觉得辛苦吧。因为你想要达到那个目标啊，你才会你达不到，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就会觉得。怎么这么难的感觉？但我的要求是好事啊。谢谢阿正的红包。谢谢熊熊带的熊抱，熊熊今天送很多礼物，我谢谢熊熊。结果只有两个人秀，花了，对啊，就是要多花钱啊。补修不是都这样吗？充补修之类的。
加油，大家工作加油啦，上班加油，上学加油，期末加油。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期末的人，但期末加油，期末加油，期末加油。很多人都还在期末嘛，很多人陪你啊，陪你一起期末。谢谢夏尔的红包，谢谢夏尔。对耶，呜、哦，下礼拜就是3周年。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期待啊，期待啦，期待3周年，太阳穴好痛，哎，好期待哦。谢谢怀怀的香槟，谢谢。不要再送这个了，不要再送这个了。谢谢马尔基的眼中只有我，谢谢马尔基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的表情。如果他只有那只兔子的话就好了。那有兔子没错啊，但是那个表情真的 no no 哎、欸。真的吗？谢谢马尔基，还有华华认定告白，缩图看起来可爱，好吧，大家被骗了，大家被骗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原本觉得，就是我之前不是就一直都叫自己小，就是53D 嘛，就是被叫兔子。但其实我之前都还不觉得自己很像兔子，是到就是太阳光剧场的时候，然后我不是发了一个限动吗？就是当天结束就发了一个限动，草莓的那个限动，然后我看了我才发现我真的长得很像兔子哎、欸，才发现自己真的长得很像兔子哎、欸，我比较像小狮子。小金也说我像小金，你说他我是小狮子。但我那个真的很像兔子、欸，才发现自己真的蛮像兔子的。谢谢 Rain 的一封信。谢怀的行李箱，谢谢你们。我怎么了？我打哈欠。我太阳穴痛，太阳穴痛真的是很迷耶、欸！太阳穴痛到底是怎样？太晚觉得了吧？我也觉得、欸，就是不知道一个突然意识到，嗯，我真的好像蛮像的耶，这样。好了，我要去念榜了，大家，我要去念榜了，念榜念榜，等一下要继续跟。期末战斗，战斗起来！我今天从第八名开始念，第八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第七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六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第五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
第四名是 Rain， 谢谢 Rain。第三名是马尔济，谢谢马尔济。第二名是熊熊，谢谢熊熊，谢谢。第一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，谢谢怀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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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小猪的猪猪你哦，谢谢。后面是妈妈，没错，考完就可以看巨人了，就可以看巨人了，好想看巨人，好想看鬼灭，好想看舅舅，好想看，好想看，好了，总算意识到了，对啊，会不会是偏头痛？偏头痛是怎样？可是他痛了一天呢、欸，他痛了不止一天呢、欸，就是他痛了隔夜痛哎、欸，隔夜。隔夜痛到底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再去查一下。不要再跟我说是良性头痛了。好啦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。然后呢，下礼拜直播时间也是礼拜四，礼拜四的抱枕肩膀酸什么意思？你说我落枕肩膀酸吗？我前阵子是真的有落枕啦，但是落枕应该是不会到头痛吧？看个医生，可能多休息，或是太冷吧，我猜。大家要注意保暖，有用脑过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要跟期末抵抗对抗他，跟他战斗，我要去跟他战斗，我等一下要跟他战斗。好啦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下礼拜的直播时间一样也是礼拜四，但是时间好像有变，大家再注意看官方脸书 ，OK。然后三周年见，呜，三周年，然后就这样啦，拜拜。哦，对，大家一月的生写真记得赶快去指定，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入股不亏，真的入股不亏，因为这个月真的很好看，超级好看，之后再发给大家看了，入股不亏，入股不亏，厉害，好啦，那你真的好会讲话耶，拜拜拜拜拜拜。